同时证明，我国研制的捕兽麻醉药并不影响动物的繁殖能力。 This is interesting to me. At the zoo, yeah. What is it, 20 grams? 为发展这种稀有动物，用人工受精法繁殖熊猫，在我国是第一。